今天咱们就再次的挑战鲔鱼，试试看这种鲔鱼它到底好不好吃。不过今天这条鱼是冰冻的，而之前那条是活的，它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可比性，因为冰冻之后不管是口感还是鲜味都大打折扣。如果死后又被冰葬过还好吃的话，那它生前肯定是究极美味。走，我们先去把它给处理一下，先给它冲洗一下。哇，这个鱼皮好粗糙啊，感觉比沙子还要粗糙。这个肚子怎么这么黑啊？不会坏了吧？还是吃了什么东西？再要把它皮给剥掉，这种鱼要剥皮哈、哦，是因为这冰冻过的原因吗？感觉皮肉都分离了哎！哇，这当季鲔鱼的皮很扎手，得拿块布垫一下。我怎么感觉之前的康氏鲔鱼不会扎手啊？这个怎么这么扎手？你看一下，很粗糙哎，这表面，听这声音，我怎么感觉跟一张面具一样？帅不帅？你们觉得这个像什么？可以打在弹幕上交流一下哦。